我是鱼豆，就在昨天，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，鱼大锤。就因为我像钟无艳吗？哦，不不不，是我真的开始抡大锤了。小伙伴们都说这个人物很符合我呀。啊，好吧，我入坑了。首先我就看到了商城里面好看的枪，这个是需要抽奖才能得到的，所以我又让我哥充钱啦。下面呢就是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抽奖环节啦，炫酷的枪我来啦，一十连抽我们可以试一试哟，来个一次的，再来个十次的，哎我去，这金光闪闪的是腐蚀感染者，哇，十一次就抽到了，网易这个游戏还是很良心的嘛，这么快就抽到了 VSS 狙击枪的涂装，也太欧了吧。我们再来看看剩下的几个，也都很好看呀，既然抽都抽了，那也不能就抽这一个呀，让我们继续后面的三个，我全想要，继续一十连抽。哇，终于出现了烈焰狂龙，这个看上去真是太帅了，略带中国风的枪身，龙的图腾看上去杀伤力就很猛啊，继续继续。哎，什么情况，两把烈焰狂龙，我虽然说好看，但是那个我已经有了呀，哎呦，这要是剩下的两把枪一起出来那该多好呀，那只能继续了。是 AWP 狙击枪的涂装，哎，再抽一下就是最后一个涂装了，先来一个一，没有，再来个十，我的天，这就出来了，紫电暗霜是局内 AK47 的涂装，豆豆之前是不怎么喜欢用 AK 的，不过这个涂装也太好看了吧，果断对这把枪路转粉了。总体来说这个抽奖还算比较良心，200多抽到了四个枪支的涂装，虽然说豆豆还是有一些心疼，我一进到游戏内啊，这么帅的枪还是很开心的，哈哈，抱着我帅气的枪站场见喽。